Janice 老師咧，佢有一種温柔咧，好似一個媽咪咁樣，佢嗰種媽咪嘅温柔咧，係令到我好有安全感。有請第四位出場嘅學員 Chantel 姚卓菲，佢今日唱嘅係《In Love Again》，我這樣愛你。而家唔應該嗌 Chantel 啦，嗌你初戀咁就最啱啦。首先咧，問咗李生先。第一樣嘢，我好欣賞你嘅勇敢去揀呢只歌，因為呢只歌係一隻好闊嘅 range 嘅歌嚟，好低去到好高。咁其實低音嘅部分咧係有待改進，高嗰度反而係 surprisingly， 我會覺得咦 OK 喎 ，hit 到喎咁樣。阿 Janice 好開心咁樣喎。首先想講同你一路 get to know 呢只歌嘅時候咧，即係我都提點你好多嘢，特別係 chorus 嗰部分用多啲即係 head voice 啊，你都做到咯，所以我好開心咯。問下我哋評審如何先，舒文。咁呢個唔係你最好嘅 performance， 但係點解會俾綠燈你嘅咧？有時一盞燈係俾個 potential。想去參加一個比賽，想做一個 artist， 同一個 YouTube 星人有咩分別？你要一個短時間進步嘅能力。第二，咬字，天涯海角 ，H O I 喎，有曬 O I 海喎，
very good。呢盞燈係俾你嘅可能性同埋你 potential。咁啊，跟住嚟我哋問多個啊，周石漢。Hello， Chantel。Once again， 你都係扯咗我入去嗰個初戀嗰個漩渦入面。呢個係你嘅 magic 嚟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what's next？ 咁我覺得要諗下呢一個咯，點樣可以再 explore 新嘅一個 territories， 可以再更上一層樓。